好，强调女人的美需要珠宝来点缀。南加州有一家知名的华人珠宝品牌，为了庆祝新店开幕，特别推出了多种新款的名牌首饰跟手表，让爱美女性在寒冬依旧能够闪闪动人。气派高雅，人潮满满，是2017年 Jumori Monterey Park 旗舰店开幕时的空前盛况。而延续两年内所打造出的好口碑， Jumori 正式宣布在 Chino Hills 的 Shops 购物广场设立第二家分店。以纯白色为主体，不止风格简约典雅，甚至还新增多个名牌专柜，目标服务各年龄层的爱美女性。我们有就是 Pandora 斯瓦洛斯奇比较年轻风格的一些产品，然后我们现在最近也新增设了几个手表的品牌，比如 Longines 啊、Tissot 啊、Citizen 啊、G-Shock， 这些呢是比较偏向于成熟风格的一些产品。秋冬来临，怎么穿搭才是潮流？ Jumori 特别介绍施华洛世奇的2019年秋冬最新款式红天鹅系列，透过创新的低温陶瓷镶嵌技术，搭配耀眼夺目的红色施华洛世奇水晶，不止低调奢华，更优雅迷人。材质是就是玫瑰金项链，然后配上红色的天鹅，因为红色的天鹅呢也就是施华洛世奇的经典的标志，天鹅也象征着女人的高雅气质，然后呢就比较适，然后红色搭配它的金色链子呢，就比较适合秋冬季节穿深色衣服啊，搭配各种场合也都可以。还有丹麦知名品牌 Pandora 一直都是少女的最爱，不只因为串饰种类超过800种，且各个小巧精致让人爱不释手，因此 Jumori 也代理出蓝水晶系列吊坠，能在高贵冷艳的外表下依旧散发出浪漫气息。比如它的那个蓝色系列的产品呢是冬季比较推荐的，像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旅行的系列，它有那个蓝色的跳动的心啊，还有那个蓝色的气球，就比较戴起来就比较可爱，然后也可以比较那个成熟优雅，对，就比较适合就是日常的佩戴，或者去参加活动佩戴都可以。而说到穿搭的最佳饰品，还有名牌手表。作为 Longines 浪琴手表的正牌授权代理 ，Jumori 也特别推荐星月系列女性腕表。它这款手表呢，就是罗马数字的机械表，然后是040明星代言同款的。对，它精致简洁的表盘呢，就比较适合日常的佩戴，然后做工也很完美，就是戴上它就比较显那个优雅的气质，然后关键价格也很适中，然后非常适合日常的佩戴。且照顾男性消费者， Longines 也推出月相系列腕表，来完美诠释出优雅态度、真我性格的理念。这个系列的手表呢，它是 18K 玫瑰金月相功能腕表设计，然后它看起来比较简约独特。表面呢，它是以经典的大麦颗粒文案，大气的造型，适合搭配商务啊、休闲装扮都可以。就是，然后温暖的玫瑰金表壳，搭配深咖色的鳄鱼皮带，非常适合秋冬季节。且欢庆 Jumori Chino Hills 新店开幕，即日起还有超优惠活动，感恩回馈顾客。为庆祝 Chino Hills 新店开业，我们现在还推出一个活动。全场买满299元，即可赠送价值80元的施华洛世奇新款蓝天鹅项链一条，欢迎大家前来选购。强调珠宝首饰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，Jumori 服务广大华人社区，将持续代理与推出多种新款饰品。观众查询更多讯息，请上 Jumori 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